好，我们请各位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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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现在放光如来法具座。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南无巴哈嘎瓦帝。释迦牟尼耶，坦塔嘎达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坦迭他，唵，阿达勒，瓦达勒，帕迦达勒，帕迦布如舍。嘎达嘎达里将达里苏达里何里汉瓦里哈达普拉达哈达普拉卡拉玛达伊提尼提希塔提阿维塔提阿嘎勒帕哈呀，嘎瓦拉什摩，阿帕吉里，毗吉里，毗迦哥帝内，嘎那嘎玛尼迦帝，那玛萨瓦帝，瓦拉玛帝希达。那那那那那哈提亚提那巴哈提亚西阿希瓦哈亚维沙瓦哈亚萨利沙瓦哈吉维乌哈摩安加提阿嘎夏尼嘎夏那嘎那夏萨嘎安嘎瓦哈巴托西穆达拉维娑哈。好，我们做三皈依。第一次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如意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圣境。好，第二次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如意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圣境。好，第三次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如意尊，皈依僧，众众尊，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圣境。
好，请按章。好，看第二部分，圣法欠向转的内涵。开佛自见，是佛自见，悟佛自见，入佛自见。弘智是妙法莲华经开示悟录的，对吧？这个前三四堂课就在说明这些道理，啊，现在我进去看它了。看这个第十一页，欠向转，他没有在讲开示悟录吗？有啊，不是只有妙法莲华经在讲啊，是你不知道怎么把它多起来啊。佛只有讲一个法，开示悟录，用在这个声闻乘也一样，用在辟支佛乘也一样，用在菩萨乘也一样，道理没有两样，对吧？所以闻思修认知四圣谛实际的义理，声闻就是佛示现开始讲法的时候有声音啊，我听到了，这叫声闻。有的人不懂啊，就哎，这个比丘就是声闻啊，嘛啊，你是什么？哦，你是大菩萨，大菩萨不是声闻吗？你自己悟了，你还是要看经典啊。那看经典就是佛说的啊，对吧？虽然你看的是大乘经，不是说苦集灭道，不是四念处，是吧？那个是高来高去的。以前我们在讲《金刚经》、讲《解深密经》，都是高来高去的啦。哎呀，你这个盘尼的智慧对他就好了。那十盘尼帕拉米达，是吧？那一句话就是基础在这里啊。如果你基础都没有打好，你这个帕拉米达到哪里去啊？那渡到彼岸哪个岸啊？那渡不过去了。你这边都没有基础，搭桥都没有搭好，对吧？轻功没有练好，你怎么跳过那个大河啊？没办法了，所以还是要稳思修，生稳称开始起修了。如果你的个性、你的习性，出生下来都有一点喜欢佛法，但不是很喜欢，为什么不是很喜欢？要喜欢听不去，喜欢去做啊，对吧？像这种人，有善根听到，但是没有去执行，没有修了，没有修就不是你的了。那刚刚讲了那么多开示悟录，你要想一想道理吗？如果听的话，那不想道理，那根本都没有智慧去思维啊，没有思维，你当然不知道怎么修啊。现在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在这个声闻乘一直在讲基本法？啊，基本法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省掉你一点五、一点七个阿僧祇劫啊！如果你今天认真用功，尤其年轻的，如果你像我们这个小兄弟今天又来了，他才二十来岁，他这个认真修了修二三四十年的话呢，是吧？他一定是可以成就了嘛，因为法已经搞清楚了，就怕不清不楚啊，还要研究。好了。你要把四圣谛实际的义理搞懂，搞懂就要去修。那看这个开佛自见，他怎么修啊？他说平等观一切法啊，这么简单一件事啊。佛的自见就是这样，从开始修到他成如来佛，都以这个法，因为他是菩萨修很久了，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他已经可以客观对一切法。那每一次做修菩萨道是这样的，是吧？好了，我们这个把它解释，就是这个一智内智，你自己内心的智慧，用内心眼讲来观到你起心动念的缘起法，啊，来正向转。你不用内心啊。来转你起心动念那个因缘法，那你这个没有做到正向转啊，知道了要转。我们修内观不是有外向转、内向转吗？外向转叫我五根对六尘境，
色声香味触，我不要被他抓走。我看到这个人，我不要说、哦、他很可爱，他很讨厌，你就被他转了。他生得可爱，生得讨厌是他的事啊，跟你什么关系啊？所以你的习性喜欢看好，不喜欢看不好的，啊，你要转啊，用内心的智慧转，被外境抓走了吗？把它转回来，转回来，你内心的习性还在，这个内向转。上一次，这个台北，我们这个禅修班，我要讲，啊，这个内向转了、啊，就第七意识转。第六识呢？第六识外向也转，内向也转，因为第六识跟前五识是对的外境啊。所以不是你被他转，就是你转他，回到你的内心，是吧？那是在第六识中去修。那这个欲界的修好了，我要修我内心，内心就一定要打坐，打坐在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境界。我内心起心动念，我要转啊，他的分别心，第六识的分别心很强啊，会造成烦恼无量。那我转了、啊，转了、啊、再来就是第七识的无明就在那里啊，根本无明躺在第八识，但第七识都把它当作是我。所以鸡毛蒜皮的事情出现，他就当作是我。所以第七识是烦恼无量嘛，你要内面转，这个自内自就是讲这个六七识了。你要转啊，是吧？简单讲叫悟我自己的心，我不受他左右，那我就转了他了吧。如果你相信他，跟着他起哄，然后迷失掉，那你是被他转了、啊。你没有悟佛之见啊，对吧？这一句话要知道，自内向自来转啊，正向转，要你去正啊，把那个境把它转。哎，你说境怎么转，是吧？融合进去就转了，不理它就转了，是吧？为除苦我已知啊，独嘎这个苦不敢发生在色身上的啊，如果生病啊，是啊，不舒服啊，也不要太在意啊，有病就去处理嘛，医生能治疗就治疗嘛，不能治疗就求佛菩萨嘛，对吧？啊，方便方法我们也可以怎么用都可以啊，啊，这苦你要知道，有人来受胎就有苦，这个处即我已断，因即生缘这种因缘法，这个极地我已经做到，可以把它切断，不让它因跟缘结合在一起产生法。刚刚讲的那个因缘法，我唱的那个因缘法，你将尼罗达融合进去了，它就断了，起不了作用，它起以后还会再起，但是它产生不了对你心性影响，你不会起烦恼。阿罗汉是这样解脱的，菩萨也是要练这样，是吧？但此灭我已证，尼罗达融合那个境的境界我也证到了，证到因即生缘就不成为什么因即生缘了，对吧？在此灭我已证，内心起灭的法我都接受了，我融合进来了，我也没有排斥，也不是很接受它，它内心自起又自灭，对吧？乃至此道我已修，我要得到果位的，我控制我的习性，悟知我内在的垃圾啊，你垃圾到底有几堆啊？一大堆啊，是吧？好像这个拖拉库，好几拖拉库，那你当然垃圾很多。我现在已经把这些垃圾控制好了。你挣到极地的时候，不会再重心的垃圾进来，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在学佛法了。为什么菩萨？我当然讲譬喻给你听了。为什么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
不能今生马上成佛啊，啊，你过去造的因缘果报太多了。那你今生生在台湾呢，你碰到几个人啊？哦，你说我从小到大我碰到了大概几千个人呢，啊，几千个人好，你过去跟他有因缘的做个了断好了，那也是几千个人玩了而已啊。你过去无量劫来所造的业多少人啊？只有一生怎么过啊？所以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么每一次都来碰到一些人还好，在我已经不再造业了，啊，旧的要还啊。你旧的业不还，你怎么成如来佛啊？你以为成如来佛那么简单啊？业都要还。那我现在是解脱啊，解脱我接受它而已啊，我该还的还没有还啊，我接受我的习性。我们习性有两种，是吧？一种会跟人家结善恶缘的，一种是我养成一种无记性，有护无记性，是吧？无记不说好不说坏嘛，不说因果，但是它盖住我的真如性，不起作用，不会发光，这一部分很重要。所以你们在听内观，不是无护无记性，你胡思乱想。无护，那当然就不覆盖你罪性了。有护无罪性也不好啊，因为覆盖你的真性。所以没事有事不要胡思乱想，是吧？你再不会造成盖住你的罪性不能发光。那为什么要修禅定？我没有事了，我自己就内观了，自己的身心变化啊，有因缘来我还了。我接受那个见，我就认了，就慢慢还了，才要一大阿僧祇劫，两大阿僧祇劫，是吧？不然你到底搞懂了平等观一切法，你也懂了佛是这么成如来佛了，他为什么要走三大阿僧祇劫？因为过去造的业太多了，跟这个跟那个啊。你生在台湾，他偏偏生在美国，你那都碰不到。下一次你生在这个欧洲，你的冤家又都生在东方，那都碰不上，怎么还啊？有一些是可以相碰，有因缘，他就一个从东，一个从西来，在某一个地点碰上了，那碰上了就还嘛。这个机会太少了，所以你这么想，你就通了。为什么菩萨要修三大阿僧祇劫？过去无明当然一边造业一边啊抱怨呢，还没有再还呢。等到觉悟了，证阿罗汉了，哦，这个不能再造业了。哦，这个因缘法，这只要起心动念做造业，我不要再造业了，不要再造业。你救的呢？救的要还呢？我今生碰到你们几千个还了，下一次再碰到几万个还了。我下一次再碰到几万个，慢慢还了、啊、全部都不欠人家才能成如来佛、啊、你要搞懂啊，是吧？你知道菩萨法的时候，已经只有去掉这个不善的因缘了，你就知道因果报应都是因缘法这样来的了。我不再造业了，那我去帮众生，对吧？我随缘去还债，不要说度众生了，度众生是方便我来还债了。如果我要度的众生刚好是过去的好人或者冤家，好，刚好我都还债了，好的我帮助他解脱，坏的你来欺负我，你来骂我，我就尼罗达就说了，你心甘情愿嘛？你以后再下一次碰到我，你不要再抱怨我了，对吧？这一段就聊了，还有很多呢，无数劫来太多了。无明的时候，你不懂因缘果报，不懂佛法在修什么，所以菩萨只有好的因缘在发起，坏的他已经不再做了，坏的不进，好的做的越多，他在造善的因了，对吧？
如果菩萨也有坏的又来，然后新的好的也来，那哪个时候再完啊？你再加两倍六到阿僧祇劫还还不完啊。所谓菩萨萨度啊，是已经觉悟了，摩地萨度啊，觉悟就不再造业了。但是我就业这些人无名的时候造的，我还了，随缘还了，对吧？这样听得懂吗？你才要花那么多时间。如果他们同时出现在你这个地球，然后你也可以到处这么啊用飞的啊，啊每天接触几千万人，然后把过去的业把它还光啊、哦，有这种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才要一次又一次，对吧？如果你就成阿罗汉，啊两万劫都不来人间还债了，你过去造了业，哇，他没有烦恼是对啊。菩萨为什么要还债？你不还债，你成不了如来佛、啊。好了，这是题外话太多，但我是建立你的概念，不要迷迷糊糊学佛法，要懂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要走那么久？我坐飞机很快就到了，你坐飞机没有用啊，因为你冤亲债主都在地上啊，你坐飞机飞得过去，刚好没有还债啊，下一次再来吧，对吧？耐心了、啊，菩萨要耐心了、啊，去还了、啊。然后处即一断，此灭我已证了，乃至处道我已修了。那内面转，就是内心。第六七是转，六七是转外面的分别起烦恼法，人我两个烦恼，你跟人家对立，这种烦恼都是第六意识造成的。第七意识就潜在过去你造的业，从第八识引申出来的烦恼法，这个你要从内面转，在内心转了。哦，你说要修妙法莲华经，你也不打坐，你连色界天的那个心念头起来都没办法，那你要修多久？好了，我有修打坐，我只有修到狭隘自性可以现外境，见光，见世界，太空的天上，天宫，是吧？那有什么用？因为色界天的维系的心，你可以修，那无色界天的更维系的心呢？你够不到，你碰不到。因为你的色身压住了你潜意识的心起不来，你要不要修到无色界？哪一个虚陀洹、实陀洹不走过三界啊？你连这个色界都还搞不定，无色界没有进去，那怎么证到虚陀洹、实陀洹？你不是大妄语啊，对吧？哇，哪一个要成佛了？哪一个要怎么不得了了？哪一个成如来佛了？你顶多是色界天的一种魔力、天性的能力，对吧？你要维系的心在无色界啊，你没有办法碰到啊。所以一定要修三界，才有办法得到虚陀洹呢。你不打坐行吗？不把身体打开行吗？我所谓身体打开，就是所有经络相通啊。正经十二脉、七经八脉，到最后都连结一起啊。那个维系心，你的自性感应众生的心，那你才知道怎么去尼罗达，怎么去融合那个境，不受它左右，是吧？所以三界一定要走过。如果开始修读妙法莲华经，你从来不打坐了，那你欲界。那个眼耳鼻舌身碰到外境色声香味触这些，你安住了吗？你是不是离相了？如果你都达了，那是欲界而已啊。色界维系的心呢，现不起来。无色界那更维系的心呢，根本无明所依赖的呢，更不知道怎么断了、啊。要你都达也你都达不起来，因为他都骗你，怎么你都达、啊，对吧？所以不要以得少为满足啊，佛法
看佛在讲那么简单几个汉字，几个我们的这个戏谈范文，了解是了解啊，你要去修啊，不是只有欲界修，你要色界修，色界就要打坐，打坐到不呼吸，哇，什么不呼吸才速禅呐，哇，那舌头卷起来塞住喉咙啊。上一次我在教你们声明，你就卷舌头要卷到那个软腭的那个部位，啊啦啦哈啦哈，舌头不强的人不会念的。对，下一次声明我是准备了，哇，剩下一点还没学好啊。那个人家会转到哩，啊哩一，啊啦还是啦 ，L 拉上了。拉力，然后一点 R I， R 一点 ，R 一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神通嘛，那个是后来变的，离车主后期变的，跟大伯那盘经讲的那个别马达，还有长短，总共四个别马达不一样，那法会被改啊，你没有看到真正佛说的法。你会以为说哦，离车主后期佛入灭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个就是梵文，人家是这么念，那 L 一点还没有念出来，就念 R 一点嘛，那还会弹舌头，所谓弹舌是舌头卷太高了，然后要弹出去才念 R I 的音呢，对吧？我们莫华书旗啊，为什么说不会念？那个土灰外道。婆罗门他教那个国王，对吧？当国王当然智慧福报都很好，他舌头强，强就很会念，所以他教念他这个字，也不是念佛教的那个字，在下一堂课要教的啦，哪个时候上课不知道，是吧？对吧？好了，看第十一页的下面这个，要说明上面。你所去处所，处就是你要修的对象，所就是你心所引申出来的心所法，是吧？你如果具足这些处所，你才能转嘛。啊，我知道佛告诉我说要修，要在身受心法上修，对。但是我依苦集灭道这。四圣地来用功，我用功结果我可以得到眼智明觉生出来，对吧？所以劝向转，你当然要找对身受心法嘛。我下面就要讲身受心法，是吧？起码你要把工具跟方法都要学啊，不然你怎么做？光讲理论没有用的啊。我不喜欢讲一些高空理论。我跟你讲盘念就好了，观一切法盘念盘念，你也没有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境界，你不打坐都是欲界天的境界。哦，你说我有盘念，我眼睛看得很顺，耳朵听得都顺啊，对吧？你没有到微微细的心都起不来，怎么顺？所以为什么身体一定要搞定啊？不搞定你现不出那维系的心呢、啊、我刚刚讲那个大乘菩萨的转正法轮是隐秘相啊，他是自性不用，他自己就会去处理事情啊。你那个没有到无色界怎么去体会啊？没办法了，对吧？要鼓励你们不要得少满足，今生闻到佛法已经很难了，那闻到正法更难了，闻到正法你要修行那更难了、啊、我家里有小孩子要照顾啊，太太又不让我认真打坐去修行干嘛，恶因缘所缠绕一大堆啊，没办法，是吧？看你啦，是吧？好了，讲太多去了，我看这一句要转，劝转，佛劝告你要转，那教言处苦我已知，我先证为什么众生会轮回，为什么会受苦，他已知，现在
你应知，我既然已经先证给你看了，你也要知道，你不懂我先说给你听了，对吧？因为我先证了，你知道佛在菩提盖亚证悟的时候，他就在观了，芸芸众生他都看得到，这个人生在这里，死在那里，是吧？哪一生受了什么果报，他都很清楚啊，所以才去思维啊。为什么芸芸众生一直在轮回啊？哦，原来都是因缘生缘，这些因缘法搅来搅去，没有办法脱缘了，对吧？那怎么脱缘？用脑筋想啊，一个成佛的人，他的智慧很高，对，所以因缘观马上就观出来，然后这个苦集灭道要怎么来执行，才能够脱离这个因缘果报？这个都是在菩提伽那边思维出来的，在那边只待一年，啊，待一年就可以讲四圣谛转正法轮了。那你看，我们在读第三品还第二品，那大通住圣如来，他证到成如来佛的时候，他也不能马上讲经说法，他过了百千劫呢，才开始说法呢。难怪了，因为他们的寿命是千万劫的啦，不像我们寿命一百岁，在等你千万劫，那换几朝代了。时空不一样，所以他们百千劫好像是刹那一下过去了，他们的寿命太长了，他的国土啊，对吧？我们在娑婆世界啊，最高寿命八万四千岁，那是道德水准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弥勒菩萨下生，他的命很好，你不要看他那这些师兄弟啊，不是师兄弟的，真正是同一父母所生的兄弟啊，大家都成佛，就剩下他。今天我们送到阿难了，对吧？他跟以前这个什么空房婆啊，不是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服侍这个佛的吗？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阿难还证到二果而已啊？他就喜欢听啊，他都不喜欢做。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是很喜欢精进修行，认真修。你听没有用啊！我证到佛的时候，我就可以思维了，是吧？可以想过去我所学过的东西，他都是现在心中啊。所以三明是怎么来的？阿耨多罗蜜多，我们解释明正在讲三明六通啊，六通不稀奇啊，阿罗汉就是六通啊。三明是菩萨，你随念随你的念力就可以想出这个人的果报是怎么，不必入关啊，不必打坐入关啊。这阿罗汉四禅天天神都要入关啊，到四禅的时候才可以关啊。菩萨不能这样，如来更是随念就告诉你，哎，那今天发生这个事情，过去是什么因造成这样，这事情都一直在重复，时空不一样而已啊。我看那个 YouTube 网络上啊，有的人不晓真的假的啊，啊，也不好意思批评他啦，对吧？看水晶球，然后就哦，这个一万年转一次啊，事情再重复一次啊，对吧？啊。没有用了，懂别人的因缘果报有什么用？你内心的因缘果报要解脱出来才重要，好吧？我看佛已经诸苦，现在你应该知道，此集我已断，你应该断，我的因集生缘我已经可以断掉了，不再造成我的烦恼，你也要断，此灭融合一切法进到我心中里面来，我已经灭了，你也要灭，你要灭，对吧？这个乃至此道我已修了，我修了不是只有成阿罗汉了，
他最后成如来佛了。你现在要修，第一阶段你要修，对吧？所以我挂虎里面讲说，用内外眼观，内外境，啊，平等，平等就是开佛自见，他告诉你的，观一切法要平等观啊，就是我们做不到嘛，所以才会有下面的啊，事物路这三个法。如果他只要跟你讲，对十地菩萨讲，你就是平等观一切法，那他们很容易接受啊，因为他们是十地菩萨、啊，对吧？也对我们这些初学《妙法莲华经》也好，或者其他声闻乘也好，你都是初学啊，初学你不去证怎么可以啊？所以用平等啊的法去观一切，没有两样啊。你心有病就有两样啊，你心没病就没两样啊。好念头起来，坏念头起来，我都接受，好吧？那么看第十二页，劝向转继续，是否自见？观一切法都是只有明法，是吧？用智慧观嘛。我看到影像，我就知道那个影像叫什么。我看那个念头，那个念头是什么？它总是一个明法嘛。我只有看到明法就好了，不要再给他明法。我看到一个像，我看到那个像就好。如果你给他明法，阿罗汉还没关系啦。一般人再给他明法就会有烦恼，你爱不爱就起来了。如果你在如来的境界，他不动他的心啊，他用法身去应缘啊，他根本连看都不看啊，法身自己会应缘啊，去帮助众生啊。所以你如果修有内心起的影像念头，你不要给他认出那个境，我看是看了，我不看进去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现一个人起来，那个人你不要说哦，他是张三李四，不用，那个人起来下去了，你观世音菩萨都，他都讲现在你心中，你不要说哦，这是观世音菩萨，连这种念都不要起来，那个影像现他自己就没有。如果你给他啊，这是观世音菩萨已经动了明法了，这个阿罗汉可以接受，因为他再来就不动第三念了。禅观的人也可以接受，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不动心了，起码我认住那个境，我弥陀达接受他了，对吧？如来就不能这样啊，那他自取自灭，自取自灭，对吧？那这个就是不给他明法，则能观到有明就有法，你给他明法就有法，无明则无法，不是没有境，我不给他名称，那个法是假的，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离相，也要修了，不修你这功夫不会到这里。刚开头我们习性都有，你要控制那个习性，不要反应在那个法上面，然后再慢慢修到起了明法，我懂他的明法，你还会叫出来哦，这是什么？到最后起来，我根本连给他一个明法都不给，我知道一个相，不动心，他要下去了。哎，这叫做有法没有明啊！你这样才能够，佛告诉你说，你有明法就有如梦幻泡影这种法要用上。如果你连明法都不给他，你不必观他。如梦幻泡影，我在做梦，不必要这样，因为我根本就不执着它嘛，对吧？好了，那后面讲，仅存有境，视线出空正诸离，离地是空的，那个境现起来，我的空性可以映现影像嘛，念头嘛，是会的啦，但我不执着它，我不给它明法，那等于空一样嘛。是吧？但自己又没了，所以在用这个方法呢，
在生跟受不知不觉中的苦集去修正。你对于身体的痛，做久了因缘生起痛的感觉，这些法你在打坐之间你要去溶解这些观念，你不给他观这个痛，我已经用现在生理学告诉你要观脑岛，对吧？明点的后面松果体的部位，起心动念影像线念头线就在那个地方，那是心，是虚幻不实在的。那痛是我们脚在痛，所以你观脑岛要么就直接看着它，不给它明法，那个痛你可以感觉，但是不会觉得很痛。如果你给它明法说痛痛，它真的就很痛，因为你已经一半在这里一半在脚在痛。这个你要 做七天七夜三天三夜，你一定会碰到这种事情。你要做一小时两小时就起来跑香，那你这个法根本不会让你证到，你什么苦集灭道差得太远了，那你也不用想要证到佛所说的什么虚陀洹实陀洹了，没有了，因为你都投入太少嘛，一炷香两炷香就要成大果位，没有这回事情啊。那来看下面这一段，是否自见用娘啊这一个演著名解的字来观它，那是明法，娘是智慧，离相的智慧，接就是发生现起来，我现起来我内心的离相的这种智慧，觉知的智慧，看得那个明法，对吧？表示你可以离相，所以再让内在观智，你内在有一个观智觉知来观，产生出来就能够内在的观智产生，观智这个智慧的智就是离相的智慧啊，若能对诸明法观其为苦啊，你现在打坐身体忧喜苦乐，第一关要受的就是痛苦，这个痛嘛，它的梵文叫毒嘎。如果你会细谈的话，这个已经告诉你怎么修了，给我涅槃的功夫，这个涅槃就把它空掉，空那个痛就涅槃了啊，没有啊，所以用 U， 没有，你要自己创造，对吧？不可能说你打坐那个涅槃的境界就来了。前面那个是佛之见告诉你说，我这个痛，我怎么观它如梦幻泡影，有时候痛无常，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你要先观它这样嘛，慢慢练久了，你这个不必去观他如梦幻泡影了，我接受他了，你若打接受那个痛了，对吧？那个心法跟色法两个之间，你要有技巧，有智慧，因为你要常做，要做几天几夜啊，你这个法不懂的话很辛苦的，对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脑岛，脑岛，脑岛叫做我们色身的感觉跟我们心这两个交界点的地方，我要观心，我不要观身体那个痛神经传导那一部分，那你当然很容易看它痛而已啊，它微微的痛不会很痛，你越注意它它就越痛，这个禅观的时候你要用上，你就可以去体会说，哦，苦集灭道，这个苦怎么解套啊，懂方法就很简单了，对吧？所以你就可以在身受不知不觉，你就可以得到苦集它到底是什么现象。好了，既然我把它观空的话，因缘它当然就不连接
在一起了，啊，那苦已经把它空掉了，是吧？因为我有方法，我能够观这个法都虚幻不实在，然后我把它都护嘎自内盘净，空掉那个痛的感觉，哎，那痛，换作痛，我们看起来就很痛。你观众都护嘎，你们都学过梵文系统，你要知道，给我内盘空的境界啊，那我就观这一边嘛，空跟内盘的境界。我不要去观那个有相痛的那一部分了、啊。如果有痛，那你观头部的上半部，就转那个心，对吧？不然下指令告诉他，空掉，把那个痛空掉。这个就是啊，观如梦幻泡影的意思差不多了。我既然观都护嘎不能直接空掉他的痛。那我用指令告诉你，脑筋里面把它空掉，是吧？然后他真的就把它空掉了，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痛还在啊？为什么我不觉得很痛？前后一秒钟差别而已啊，是吧？你注意它，它又真的痛了。你不能再看脚在痛，你只能一直观心的地方。那在实修上，你要用上的。啊，这个离明法或离这个境界，则能涅槃智而后获得空证、你就可以证到空，啊，能够证到空，表示你心明了、啊。这第三个就要讲到心明了、啊，啊，先离明法，再来用你有明的心，把那个。物相不给他明法空掉，就证得空了。所以心明不动心，就观一切法都空了。哦，刚刚看的影像，刚刚看的那痛的感觉啊，都空掉了。这是第三阶段，千相转，你要悟佛之见。悟者，把它用汉字来解释，不是讲我的心吗？你为什么有我的心呢、啊？我们人因为不能够尼罗达，不能够脱年，所以他就变你的心了。就如果把它悟了以后，那我是身体，那心是假的，是虚幻的，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把它分离。我在说身体跟在脑岛的部位跟这个。啊，心分离，这是物，可以把它撤开吧。我是我的身体，啊，我嘴巴，五个嘴巴，呵呵，然后你的心，这两个把它身心分离，你的独护嘎就做到了。能够独护嘎，你就心发明了，你就可以自在的用有明的心观一切法。他的明法不怕看了，你的狭隘的自性现出来的一切境，色界天所现的一切境，你就很容易用有明的心，不会被他抓住。你很容易跳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不会像世间禅定的，你到初禅，哦，初步定你就觉得哎很欢喜、华喜哦。到二禅华喜心真的起来了，定生喜乐。在三禅，那你这个。啊，更高的啊，产生身体的快乐，啊，离了苦得乐，从定生喜乐生化到这个离定产生乐啊，所以这些色身的这种快乐感也是要舍弃的，痛苦当然要舍弃的，快乐也要舍弃。不然容易受色界二禅天、三禅天的果报，因为你抓那个境，没有往上走，你会出生到那个地方去。为什么世间禅定的人，佛他说是外道，他没有反观内心去修他内心的习性断掉，苦集灭道，在身受心法上修，
应该修到六七成，六成假设是须陀洹，修到七成就是斯陀含，他已经修到70%了。这个是你聚集无量的黄金呢，不会灭掉的。这样你才可以不堕落三恶道啊，然后聚集在色界天，再下来就证阿罗汉，就斯陀含了，就证阿罗汉了。如果今生年轻，要已经证到斯陀含了，你不往后面走吗？阿那甘啊，阿拉含，你也可以继续走啊。世间事做久了也没什么意义的啊，是吧？尤其那个没结婚的啊，那有希望啊。你花了啊这个5年10年的认真用功啊，为什么鼓励你用功？你成就道业以后的人，很多人会受益，你会教很多人啊，都是你实际修证的，不是打高空。明华堆积一大堆，讲了半天不知所云啊，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盘呀帕拉密呀，这边读到那边啊，那边是哪里啊？那这边是哪里啊？搞得不清不楚啊。你一定要像我一样，他讲的都是梵文，梵文都是已经告诉你那个法就是这样，你怎么去做，对吧？所以希望我讲归讲，我不忘记鼓励你们这些年轻的啊，是吧？我跟你讲，我18岁就开始在打坐了，我身体打通是36岁啊。你超过36岁，你就没机会了。36岁开始修，修18年，你几岁了？那46，46再加一个8，54岁了，老老垂矣，冲力不够了，所以要探早，探早修，尤其年轻，没有结婚的最好。没有冤家来纠缠了，认真修，你成就会救很多人，因为你是实证佛讲的这样，我把它搞懂，我依他的方法来做，哎，真的，我真的是走过来了啊，有理论，有方法，有这个实证的境界，我来跟你讲，会让很多人得利啊！为什么火示现的时候那么多人证阿罗汉呢？好像吃卤肉饭一样啊，很简单呢，每个都是阿罗汉呢。为什么？因为他有加持力以外，他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啊，你就去做啊，是吧？好了，看下面这段，维达或者维迪亚。那是名 ，VID 就是智慧 ，knowledge， 雅就是禅修打坐，啊，你以禅修打坐产生的这种智慧，什么智慧啊？就是观一切法可以离相的这智慧，这种智慧叫做名，啊，我说太阳光之下我看得很清楚，那维系的心。在月亮暗淡的光明下，我也看得很清楚。入夜明啊，不是只有阳光下才看得清楚了。我内心里面的维系的心在动，我都知道了。你又要干嘛？哎，你很容易控制它。这明，你就可以观一切法空。所以，悟佛之见就是悟你的习性嘛，三心二法的毛病。那我的身跟我的心分离了，把它撤开来，不要让它狼狈为奸了，哈哈，那他搞不出名堂了。那我有名的心对的内外境界，我都离相了。有这样，你就空一切法了。我后面再说明他
禅定法走入内觉，内觉就起心动念，我就觉知了。要开悟的人要这样啊，啊，历历清清楚楚的。我们在讲三分别，自性分别开始一刹那 ，SU 加上阿巴哇要产生自性的时候，你已经感觉了。那感觉以后，它产生的结果是现影像、现念头，那个已经明法出现了，那已经是第二法了。所以你这过程之间都清清楚楚。内觉历历啊，你怎么控制不了它？当然可以控制它，所以即能让自性发明，自性本来就有光明啊，因为你的垃圾盖住它了，所以它起不了光明啊，是吧？我们而言啊，那老师说去印度啊，谁抓它，谁捏它，对吧？你如果发明的时候，它靠不上来啊，对吧？这就是我们自性发不了光明，这些众生当然可以靠过来啊，对吧？自己不用功，就解不了套，解不了套，你就有这些啊，这个人家感受不到的这些众生的因缘啊。所以你要解套，你自己要心明。发光，对吧？这叫习性没有了，执着没有了，才有办法让自性发光，恢复了。我们说自性本来就具足光明啊，那佛成佛，他的自性是完全恢复啊。我们没有修那么久，那起码我有一点光明，他不容易靠上来，对吧？所以他讲的妄心无动摇。那、啊、不会攀缘，先解条件，因为先知道我有习性，我有毛病，才会去攀缘。悟佛住见，我刚刚讲的是我的身跟我的心这两个跟它分离，你在打坐可以对住痛，你在内心的境界可以对住影像，对住念头，你都不会再起心动念，那迷进去了，对吧？迷进去很容易着魔，那个魔就。让你看好的，而今天你如果不学佛法，哎，以为这个是我修出来的境界，其实魔在跟你加持，跟你有气更旺，然后现一些魔境给你看，哦，你觉得我看到这个好，这个好，但明天再来，后天他还再来，哎，每一次他都来，哎，你认为是你修的境界，你就会迷失自己，是吧？所以不能妄动心。看看就好哦，今天有这个境，明天不注意再来，因为每一天的因缘不一样嘛，时间空间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每次都碰到那个境？不可能啊，除非人家在作弄你，对吧？都要警觉。好了，善观诸法为空，你不必观它空，它自己就可以看这个境，不会执着它，对吧？它这个损泥啊。缘就是明法了，我禅定中所现的明法，我把它减损减损，这个忧常因是减损了，减损后面的明法不要执着它，减损那个前面的狭隘的自性不要太敏感了，对吧？不要再应现外境，这个你当然啊有为法会空掉，这叫所谓的空，不是我要起心动念创造一个法。是我用觉知的自性观那个境，你当然没有理由说他自己创造一个法，只是我的自性应现的境，我对他不再起心动念，所以这个色界天的自性是狭隘的自性，狭隘的自性它是极静的，它现那个境会，但是现了以后它不会再动心，会再起心动念攀缘那个境的，都是你的妄想心。对吧？所以他说不再攀缘而变，这表示你的习性啊，你悟佛之见的表示，这些都是要观他这个如梦幻泡影。为什么？因为你还不能够离相，所以要观他如梦幻泡影。如果我已经有名的心现起，我就可以看到空损泥啊，空性，那你就不必再动心了。
因为你看了你不会诅咒他，对吧？他自取又自灭，这叫正道。哦，原来我习性没有了，我可以看了映现出来那个景，对吧？不会再动心了，对吧？看第十四页啊，最后一个劝向转啊，入佛之见，入佛之见就要走入这个得到果位的这一条道路去了。啊，在四圣地来讲，叫道如行出，如如接受那个境，啊，要做很多离相的功夫，让他住在地狱地之间呢、啊，这是行，就是不要起心动念，我就住在那个现有当下的境就完了。所以这个他后面讲，你能做到无我执、无法执。我执是在第六识里面产生的，人我有分别啊。法执是内心的境界，内心的境界产生于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源自于第八意识的种子，映现过来了。所以法执也好，啊，我执也好，你觉知以后，内观法法之中呢，实在没有一个我。因为你不理他，他就没有；你理他，认为他是我，那他真的就是你。所以你因缘果报的法也像这样，杀人放火干过的事，在现他一定会缘起现在你心中，啊，现在心中你已经练到有名的心了，对吧？要学习要得到果位了，所以我如如接受那个境。它就产生不了幻化的相，是吧？所以你这样能够用觉知的内观法法之中呢，感觉没有一个主宰，那个法里面没有一个主宰，本来是你主宰那个法，所以把它当作是我，对吧？现在你不做它的主宰，它没有一个动能啊，所以起来以后。那就自己就下去了。以后你再体会到说，有一个念头起来，不管是善念、恶念、恐怖念都好，哎，我可以离相不理他，他自己没去的就自己下去了。因为你不理他，不理他，其实就是后坐力不够了。你会一个法变一个法，都是你给他很多的后坐力在支援他，所以他才有一个法。变另外一个法，变另外一个法，就无量无边的在打妄想了。这修行的大忌就是这样，我不能动心，对吧？好的坏的镜头、狭自性现的念头、影像都好，就不要再动心。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出差错，对吧？才可以走到果位去啊。所以说，能觉知内观法法中，是无有我，无我得证。哦，我们常常讲要无我观，你到这个境界得到果位的时候才证得无我观，不然那个名相只是对你是一个名相，你没有走到那个境界啊，无我无我是口头上的，你做不到，念头来了你还是我啊，对吧？对，无我得证以后，道得道不得都一样，要离相。我证到了果位，我不执着什么果位啊。我感觉哎，我可以离相。我感觉我在那个境界不会迷失掉。哎，你不要说哎，我大概有出国，大概有恶国。哎，搞不好我是阿罗汉呢、啊，也不要打妄想啊，是吧？我《金刚经》也告诉你啊，你修到虚陀洹，不要有虚陀洹果想。你修到阿罗汉，不要有阿罗汉果想。你修到如来境界，如来不会说我修到如来了，他不会讲这样的啦，对吧？他只是告诉你说，如来的境界应该有什么什么这些下面所列举的。为什么他可以告诉你？表示他走过了嘛。他不要说我是如来吧，对吧？你一个无我的人，不必须告诉你无我，你自己内心。说哎，我这个解套，搞不好另一件比较重要、看不开的事情，你就解不了了。
他就框制你了，对吧？当然我们不要犯大妄语了啊，因为境界走过来啊，冷暖自知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不能太肯定啊，很多事情一次可以，不见得第二次就可以啊，因缘时间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有所戒律的人知道不能打大妄语啊，对吧？为正说正啊，不要去讲这些啊，所以道德道不得都好，我只知道我心可以做到哪个境界啊，哪一个行小事我可以，大事哎、欸、我还放不下，是吧？这些都要离我相，没有一个我你就觉悟了。只要法华升起，影像念头都好，不要说我在那里面，你可以客观的看，就没有我了，没有我你就是觉了啊。所以初步的觉，在师徒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内外境界，他可以无我观证得，那就觉悟了。看下面这个觉悟是什么解释啊？目的那第二节爱是根本了 啊， 啊，目的是依法界为根本，学习觉知观看诸法中无我啊。你有这个能力，给我这个能力来观法界里面没有一个我在那里面，那无我就是阿那达芒啊。这他有没有告诉你说法中没有法？不是，他说从阿产生的明法之间呢，经过住性，我的住性，我有能力观他菩提智慧，平等观他 MAN 有马昂的这个菩提智慧啊，就是我可以啊平等观那个法，这叫做盘涅的智慧。不是说那个没法，法界的法还是起来，但是我没有在那里面，我观他那个法是平等用盘涅的智慧观他，我懂他，我读他，但我不会受他影响，这就是无我的观念。不是真的那里面没有你啊，因为你的住性缘起的怎么没有你呢？只是我对那个境不会说跟我啊习性再继续相应，那他自己就没有，因为我没有在那里面，我不把我的念头我的喜怒哀乐放在那里面，他自己就没有了啊。说无我观是这样的，不是我内中没有法啊，不会的，内中一定有法。